又回到了原点，最美丽的都没变。嗨，我们今天在拍 MV， 拍边吃巧克力边倒立，我第三首 MV， 现在处于一种非常锵锵的状态，因为四点起床到现在就是一直在淋雨，然后今天雨势比想象中还要大，所以就是在雨中跳床、雨中跑步、雨中打滚，这次应该是最难忘的，因为真的是太锵了。今天拍的东西就是跟歌词有一个很大的反差，平常不需要 take life so seriously， 那拍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比较轻松愉快的，然后这样跟歌词才有对比。怎么活才算够，没什么过不去，你可以别管下一站去哪里，快乐很简单，何必搞得这么难，生命很短暂，我想就这样过了，时间是谁的，怎么活才算够，没什么过不去，我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。你今天在哪里啊？哦，阳明山的到处跑，然后阳明山雨势很大，所以完全没有人。哦，好几个字哎，呛风冷，感冒了freezing， 辛苦，大家真的辛苦了。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玩的，好玩又辛苦。我觉得就是要边工作边享受，才会是 enjoy 在当中。许多事反复重演。手机渐渐没电。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到要录音那一天的现场才想出来的，因为原本就是卡住想不出来，然后后来制作人君豪他就说，那你平常最喜欢干嘛？因为我喜欢巧克力，喜欢倒立。他说这个还不错，结果就变了我歌的歌名，然后变成他这首歌的主打，蛮那个 freestyle。不管是下雨刮风怎么样，就是享受在当下。当你喜欢你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你就会很开心的去完成，然后把它做得很好。边吃巧克力边倒